将顶上顶峰的最后一步跋落一无所有的万丈深渊，原来是这样的思路。康熙公开归认识灵雄的简单四字，竟也令如此震动。一无是处，人文失足，竟仰慕至如此境地，只因心机，今日的屈辱，我一定要向你讨回。现在我，你是你文海东谈判之中吗？李阳王，属下，你无用乎？文姨，现在不公山情况如何？帝王下令，要问清楚是否有其他官道，并追我该状况。我出关便是欢迎我出，收集情报。好，清查官道，只因心机绝对了未够。以我毫无最密切的官道，就是以他最亲近的你，已经不敌。我已回击四本的战旗，前面行踪早已经目将了。是啊，再一日暮江南路。文一力，现在这个局面已存在以先的等一路。力，原来是敌，难怪只用心机有办法。你现在短期之上接上惊喜，但我却想未到，以竟然误杀你。那这最后一步，我就只好自己动手了。曾经是不相遇，如今久仇相对，相同的角色，不同的运用，足是剑气凌厉，力压都市。极为轰耀。几笔轰扬，好，好，叶武功竟有如此修为，但我真心机不懂，今日必出你之性命。你只要我，你就永远得不到战气。你哪本战气？连同你其他首长，该放在这间密室之中，对吧？好。最后一枪，让你死得瞑目。足见段宏毅眼神神，剑鸟神功，却是全然不同的惊世之招。那武天突，剑气凛然，如雾如剑，如龙喷射，无情更是性命。原来你是文海东的人，从头至尾，你叶振秀，只因心机，我帮助了每一个人，却也全部真正帮助任何人。你拢在我掌握之中，而我就是真正主导局势人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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